都可以抽一抽啊，抽个200块钱，200块钱加主播微信，大家可以自己在右下角卡个牌子，好吧？岩雀打野，飞机中单。直接换扫吧，这把还是带个扫描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带个扫描。全军出击，排个眼，好，可以的。他们中上都是一波线到二。是干什么？你还会来吗？往下刷，走吧，他们下路先来。尝试一下，刷不到拉倒。没有爪子，却有握紧长矛。漂亮！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岩雀怎么不刷自己的蛤蟆呀？他是不是在我上去反野呢？这个人。
跑哪去了？真在我野区。感觉像在我的石头人。他像在我石头人了。飙到，投石那得力，从被小丁打死了，漂亮，兄弟们联动起来了 ，nice nice nice， 就你们联动是吧？就你们有人，好资源好资源，这波下路来的确实快。对面可能会吃潮虫啊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我的猎物无处可逃。这片土地。怎么像有眼呢？没事，就杀颗粒。两条命也太赖了，靠！杀都杀不掉。
这什么玩意儿啊！哎，哦，杰西越塔被换了，哦，好伤啊！这对面突然一波提速。 这几波给这蝎子游起来了，打小龙吧。 哎，打支援团了呀！
走，就吓一吓他，一起压爆他。 杀！给老子混着杀！弄死你！配合起来了，兄弟们，联动起来了，联动起来了。 狠狠的杀，把对面小鸡都捏烂。 准备小龙吧。好自信呀！ 给金克圣奶，让他跑！我操，这不被克莲吗？冲烂了呀！ 三条小龙在手，这把完全不用急。这个小棒子买来没啥意义。 卖了吧。
以后再也不手贱买这个小棒子了，没啥用，没啥用。大眼磨刀啊！ 坏了！啊！刚好圆圈在，难受啊！ 对，龙魂吧，对面肯定要接这一波龙魂的。
这颗粒冲进来太猛了，颗粒扛不住啊！这是真扛不住啊！ 一冲阵型就闪了，还是买这个吧。一冲阵型就闪了，太无脑了，这玩意太无脑了，因为它两条命，知道吧？等于说它是有一个无敌效果的，我们很难说直接一套把它做掉。 主播打不打号？主播不打号，你要打号的兄弟加直播间右上角的这个千分甜妹微信，好吧？要打号找人开黑双排玩游戏，啊，上分都可以自己加。主播是不接的，跟着栓路吧，僵住了现在。 那就给金克斯呢，差430血，还是要等他个闪。金克斯没闪现太容易被秒了，他对面飞机这个英雄伤害也是爆炸的。 死一个！飞机那边还把杰士给单卡了，飞机。 哇，特厉害了，那个怎么来了个？ 多米尼克领主上不了，你们很多人不知道飞机的伤害，他两发平 A 你就没了，知道吗？上不了的，他手里还有个 W 在手里。
等线就行了。 死，走位死角了。 哇，打得不错，这把打得不错。